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尤其吃饭聊政治。大阿伯是蓝的，然后二阿伯是绿，这个就是那个某某议员介绍的，好吃一定好吃。二阿伯就不爽了，这种垃圾介绍的餐厅会好吃吗？我表妹她就带着她当时的男朋友，新嫁男朋友回家给家人介绍认识，这样结果一问政治立场跟阿伯不一样，阿伯立刻就真的你们不适合呢，可能分手比较好。金买得点，东森超市，甚至站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